林敏贤，林敏贤啊，我听说你在快手上开课了。是啊。那你教我们的即兴伴奏，那能不能先让我们考考你呀？随便考，对不对？你这样，你能不能用教我们的即兴伴奏的方式随意的创造出来一首歌曲？没问题。那如果你创造的好听的话，我们就跟你学。安排。29元2节课，有无限循环播放哦。